大家好，这几天呢都是下雨，今天周五，早两天下的雪呢，垃圾都还没清，到处都是垃圾。幸好明天天气好啊，因为明天呢有春节游行，明天天气啊有点冷，20至30度左右，还可以接受，因为明天是大晴天。你看现在已经准备就绪了，所有马甲都架起来了，希望明天能拍一个好视频吧。今天没人接，当然人比较少了。当然啦，今天雨天，人们都待在家里，舒舒服服的。自酱开张啊，拉面奶茶。哇，今天还有分发食物，但是人不多啊，因为下雨嘛，通通都集中在这里咯，桥底啦。希望明天拍个好视频给大家看看呐、啊。今天、昨天、今天天气都非常糟糕。好，我们进去新农新超市，看看这个星期有什么特价。哇，散菠菜9.99元，的确便宜啊。还有唐芥兰，也是9.99元，很难见到呀。哇，这个超贵啊。金针菇，哎，今天终于有小鸡腿和大鸡腿了，大鸡腿9.99，可能春节刚过嘛，没有什么特价。满天都是雨啊，真糟糕天气。刚才那部撒盐车呢，是为了今天晚上准备吧，因为今天晚上的气候骤降至20度，非常冷啊，恐怕结冰，所以先撒盐。在缅街掉头啊，这部卡车真搞笑。好了，我们去美食城看看，美食城看看有没有生意。幸亏今天天气不太冷。看看美食城，当然是这个情况咯。
看来所有餐馆都不太忙。好了，我们走了。看看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，85美刀一个。哎呀，穷人吃不起啊。又下起大雨了，今天卖雨伞的好生意啊。这位帅哥是谁啊？长江超市，每天都这么多人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分享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新年好，拜拜。